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归纳在中医诊疗类里面，因为它主要用于医学目的，它在中医学里面属于一种导引的方法。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呢，它把人体的十二条筋经分经疏导，每一条经重新一次一次疏导，这样呢可以改善人体的筋骨，所以叫易筋。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，预备式将人体的气血调和，它还有防止运动损伤的功效，主要是疏通任脉、督脉、带脉。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呢，长期坚持，它可以改变人体的呼吸，也可以让人心静下来。心静下来在现代显得格外的重要。那么现在呢，一般的人想静心就打坐，实际上打坐也是很难的，你一坐下来就会昏沉，就会散乱。但是通过易经以后，它的方法是在动中求静，因为它的动作很简单，入门很容易，重复重复再重复，最难的就是两个字，坚持。就是说能够坚持，它对人体的整个的筋骨，对人体的气息，以及对人体的心性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回陀现术第二式，主要是导引三焦经。每个月最后一周，我都会到玉福寺的觉群讲堂去做一些公益的讲座，在每次讲座以后，都会教他一式到两式的易筋经导引。只要有两平方米的地方，在家里就可以做了，把这个十二个动作做一遍，就可以保持一天的轻松，一天的状态都会比较好，所以深受玉福寺信众的欢迎。刚才这位讲，他就是腋下出汗，等下面组织是什么呢？都是些淋巴组织。啊，等一下我们会教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怎么做呢？就是抱住自己的后脑，然后慢慢向后转。啊，这样一来呢，就是把整个淋巴系统提起来，然后还原的时候放下去。两手交替，左手大拇指抵后心，右手夹抱颈。群体一起练呢，它主要是一种气氛，在群体一起练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感觉到很开心，所以它在导引筋经的同时也在放松身心。那么这些方法实质上呢是行之有效的，深受大家欢迎。牛鬼拔马刀式导引足太阳筋经。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，现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一年四季都有西瓜，都有人饮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对脾胃是很大的伤害。
那么里面有两式，一式叫倒拽九牛尾，还有一式呢叫收式。这两式呢就是调理脾胃的。那么通过这样的导引方法呢，可以改善脾胃的功能。收拾导引足太阴经筋，还有就是肝胆，因为现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，吃的东西比较油腻，所以通过肝胆的导引可以疏肝利胆，通过卧虎扑食、青龙探爪可以起到很好的梳理胆经、梳理肝经的功效。卧虎扑食是导引足厥阴经筋，青龙探爪式导引足少阳经筋，我们对社区的阳光之家的这些孩子也进行了易筋经的教学。那么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则认为啊，给他们练一练，对他们脾胃、对他们的筋骨有帮助。这些孩子们呢，就当作攻坚操来做。现在每天领操的呢，都是两个同学，他们做得非常好。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眼神、他们的神态都是很天真、很正常的。所以今年开始，我们又在奉贤、又在黄浦区进行了特殊人群的易筋经的传习，希望易筋经的传习给特殊人群有一个健康跟康复的机会。摘星换斗式主要是导引手少阴经筋，
不爪亮刺史，主要导引守阳明金经。先生，正师在上，恳求先生传授正法，传承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，利益群众，请师赐教。先生，正师在上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主要是讲究传承，学生誓愿。那么传承呢，它有几个层次。那么最直接的传承呢，我们称为法脉传承，就是收弟子。那么弟子呢，基本上来说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，一个他本人特别喜欢，然后他又有能力又有时间进行推广，对他的工作也会有帮助。作为我们来说，以我们的心来敬仰我们祖师，为我们传承了这样的一套方法，我们以深深的鞠躬来表示我们的敬意。接下来请严卫兵老师赠弟子礼。我收弟子呢比较谨慎的，他们对传统文化呢都非常的喜爱，而且身体力行。三盘落地式，导引手厥阴经经。公式疏导足少阴经经。风尾师，导引守太阳经经。
在易筋经的传习过程中间，我们还培养了大批的社区辅导员。那么社区辅导员呢，我们对他们进行认证啊，教学方法、教学示范、一些教学规范等等。今年3月1号啊，我们的中医导引养生法已经作为一个大专学历教育，在虹口区业余大学开学。上海市中医药大学去年聘请我为兼职教授，那么这一门课程也在中医药大学建立起来，作为一个创新课程。希望中医导引法能够回归到中医的领域，帮助我们的医生，帮助我们的患者，帮助所有的人类啊，达到健康。